市民朋友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，我是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。市府团队上任一年以来，非常感谢每一位市民朋友的支持以及鼓励，让我们有机会来为全体市民服务。在新的一年，市府团队会更努力地把基隆打造成有爱的城市，同时更有质感。在这里祝福全体的市民新年快乐，龙年行大运。